霍老爷认为多余，正刚回门宴得十位咋。八号嗰日霍家大宅注册，十号就包咗成个南沙酒店摆三十几位，十一号会展摆百五位，世纪婚礼玩足三日，一对新人终于可以唞唞啦。唞到一个礼拜咁多集，佢哋嘅马拉松式婚礼嚟紧礼拜日在晶晶家乡河北保定，现场晶晶家乡嘅亲友、当地官员同跳水队教练同队友。但今次就唔会好似之前三场咁奢华噶啦，只会摆十围左右噶咋。梗系啦，听闻新老爷唔太赞成翻保定摆婚宴噶，虽然霍家有头有面，但对亲家好孤寒噶。霍老爷除了安排晶晶父母坐经济客位来香港出席饮宴，安排三星级酒店普通双人房给他们，会展婚宴当晚都没有安排晶晶父母坐主家席，完全冷落亲家。